环节，说我还有点糊涂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甜甜空气让我很舒服。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青草香，香果甜，喝着露水，靠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吹口哨，唱着歌，摇摇晃晃找道路。放脑袋，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。重归于好。好冷啊！飞波怎么说也是从大城市里来的，居然落得个饿肚子的下场。真难吃，好冷啊，得找个地方避避风。好冷，好饿啊！飞波，醒醒呀，飞波，飞波！熊大、熊二，哎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来了！是你们救了我！这大雪天的，你咋跑出来了？你不是应该待在光头强家的吗？唉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太生气了！哼！这大雪天的还要我出去砍树，说不定大狗熊又会来捣乱，这叫我怎么办呢？哎去，好冷啊，还是炕上暖和点。看来只能吃剩菜了。李波，走走走，一边去，真是好吃懒做。放久了真难吃啊。咦，这不是爷爷留下的瓷碗吗？我记得爷爷说这碗的年代可久远了，没准儿我还能把它当古董卖掉。哎呀，这下我的生活费有着落了。找个放大镜好好来研究一下。我的瓷碗，飞波，不可原谅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唉，光头强不要我了，大冬天的，我一个人在森林里也不知道能去哪儿，好冷啊。哎呀，熊蛋，飞波好可怜呀，不如俺们收留他吧。这，好吧。哎，熊大你真是太好了。熊大熊二，你们真是太好了，谢谢你们收留我。这突然变得这么冷啊。耶，熊大怎么会这样呀？飞波，门口挡风的稻草是咋回事啊？
别大惊小怪的嘛，因为太冷了，我才抓了一些来搭了个窝。肥波，你嘴巴上的是啥？没什么。艾玛的食物。哎呀，飞波，你居然把俺们村的食物都吃光了，现在俺的肚子都饿扁了，你说该咋办呀？哎呀，别激动嘛，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对不对？哎，只要肯找还是能找到的。那你去啊。哎呀，我的头好痛啊，肯定是上次冻坏了还没好。哎呀哎呀，我晕了。哎，你真是太懒惰了。算了，熊二，咱们出去找吃的吧。哦。去。肥波，你咋又把俺们的食物吃光了？我这也是帮你们清理过期食物啊，而且你们天天吃水果不腻吗？我觉得你们也该换换口味了，比如牛奶蛋糕什么的。我困了，先睡会儿啊。咱们不能这样下去了，肥波这样混吃混喝的，咱们的日子也没法过啊。都怪呀，当时不该把肥波留下来的。哎，现在得想个办法如何安置肥波。哎，有了，咱们把肥波送回光头强身边吧。啊，肥波呀，俺们这儿也没啥好吃的招待你，所以俺们觉得还是把你送回光头强那儿比较好。如果能回到光头强身边，就能在火炉旁吃爆米花看电视了。哎，可是我都被他赶出来，他怎么可能还会要我呀？有办法了。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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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，四下无人。哇，好大一个树啊，这就是钱呐。哈哈哎，还是赶快砍树交给李老板吧，再不拿工资就揭不开锅了。谁？光头强，你又来砍树了。熊大熊二，你们有完没完啊？大冬天的，我赚点钱容易吗？你们怎么老是缠着我呀？枪被冻住了。他那个还算是枪吗？光头强，你们别过来。和计划一样啊，等光头强被熊大熊二欺负哭的时候，我就挺身而出。不要啊，救命啊！就你乱砍树。熊二啊，飞波到哪儿去了？咋还不出现呢？知道呀，这可咋办呀？找找看。就是这种气势。好，轮到我出场了。飞波完了。飞波，你竟然跟熊大熊二合伙来欺负我！我绝对不会饶了你们的。飞波，赶紧跟光头强解释啊。光头强，你误会了。砍住。哎呀，快跑。哎呀哎呀，站住，别跑。光头强，熊大熊二，我先走了。还想往哪逃？别跑！这两头熊跑哪儿去了？哎呦，追了这么久，肚子都饿了。先回去吃饭，待会儿再惩罚你两头熊。哎，这是哪儿啊？回家的方向是这儿还是这儿啊？我居然迷路
好冷啊，又冷又饿的，好想回家呀。我想回家。好冷啊。要是肥波在就好了，他虽然好吃懒做，可最起码认路啊。计划失败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哎，肥波，肥波，你这只大蓝猫可算碰上你了，你跑哪去了？哎，站住！好饿呀，肥波，谁能给我点吃的呀？这是特地送来给我的吗？谢谢。肥波，你跟我回家吧。肥波，你怎么又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？我的电视机啊！肥波，你给我站住！在这森林里，有一种我最爱的东西，香甜美味，特别让我难以抗拒。苹果、香蕉里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一一比，在我心里，有了它就有幸福和甜蜜。就这样抱着蜂蜜一起向前行，再苦再累我也不在意，因为它我就会开心无敌。就这样丢开闹钟睡到自然醒，烦恼忧愁统统化作动力，舔一口呀，早安我的蜂蜜，永远爱你，我的蜂蜜。